个人的看法，这里是看不见的。卡罗先出手了，螳螂的先进化大招的优势就在这边显露无疑。沙皇在下面把兽门给顶了回来，这个是完全从大家的视野范围外顶了。战斗非常要紧，卡姆的一波开车，三人包夹连捅。沙皇虽然推了一下，但是维鲁斯原地站桩输出。然后这一波的奥恩开团其实是有开成功的，但是后面这下头锤是被 Crystal 一个闪现给躲过，漂亮。而且在屏幕的下方，咱们看到郭郭也是帮助自己的队友挡住了 EZ 的一个致命一击。现在已经抵达了中路的河道处，看起来速度是够的。这一波决断非常的果断，那个靠着拿下大龙，这是抢了一波节奏。但是没空，哈里克闪现开团，开到了吗？后面 EZ 一个大招刮过来，奥恩的一个大招顶过来，顶起三人，沙皇进场把人给推出去。但是 EZ 的这边状态也不是很好， EZ 也只有半血，沙皇也是半血以下，蓝色方撤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稳的位置，上路一塔，此时屹立不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而郭郭现在决定要扛塔过来了吗？这一波还是比较拼的，万一郭郭这边一夫当关啊，对的，把螳螂控在原地，万一是，但是这个奥恩大刀过来开了两个人，开到蛇女有机会吗？宇宙之光上去规避掉了蛇女的大招的定身，但是宇宙之光即将要结束，随之而来的 Snake 火力 EDG 是没有办法承受的。EDG 三将还在拼命的一个防守，但是现在 Snake 重将已经是伤害非常高，黄子用自己生命为代价控制了一个 Scout。没事的，维鲁斯要把基地点完了，维鲁斯根本不管。一口气把基地给点完，再点完。巨额的领先导致他现在有一个雷波，艾波也很难受。虽然扭身躲过了一个圈，但是被套了一个虚弱。这时候布隆一个大招是选择欺骗后方的奥恩，然后维恩跟瑞兹都已经进来了，艾波也非常的难防。维恩交了一个闪现以后，是由奎索拿下的啊，艾波也又哇又来，又是要展现自己团队执行力。EDG 正在往这个方向赶，但是没有船长，船长是有一个 TP 的，但是没有大招。这个时间点的话，可能只能看 Haro 了。上面那个船长来晚了，哎呀，螳螂现在也来晚了。这波 Snake 的执行力非常彻底的获得了优势，去瑞兹开一辆车，把手粉给卖了。这样的话，大嘴仅仅能收下一个皇子，目送前去。大龙刷新，然后 Snake 立刻卡向大龙的位置，而且皇子的一个 EQ 是有成功的开到团。Crystal 成功的完成了对 Scout 的击杀，这个时候疯狂的追击，跟着一个闪现贴到 Haro 的脸上， Haro 虽然进超隐形，但隐形一旦结束立刻遭到击杀，而且 iBoy 卡钳在一个这个秒表也是马上被收掉了。这一波要一波了吗？这个时候复活的时间还非常的长啊，赶紧上来卖自己的身体，瑞有能够挡住吗？挡不住，遭到团灭。那个是一波击破了 EDG 的基地。